才从《咒术回战》的展览回来，马上拍了第二支片了，因为有一个东西我们已经期待很久了，一定要马上拍的。啊，阿萨七周年周边可以得到了，还有买了四颗徽章，一二三，我干了奶，看错哦，那谁？就是你上次才把零跟。拍的认成名卡是不是？你现在是把名卡认成零。他们这次的徽章的话是黑色的徽章，然后签名是立体的印在上面，这样子反光一点，大家应该看得比较明显。下一个，你啊，三，老板，我的是蜜豆里，老板呢、欸？是老板呢、欸？在重头戏，重头戏了。我们其实买了。各买了四盒，但是我们今天打算先只拍一盒，那剩下三盒就让我们自己慢慢的在那边看吧。第一包，一二三，蓝蓝的。我的是 DBT 外套，我都好像是恭喜吗？哎、欸，对呀，对的。然后再来第二张，多啦，可爱的孩子，米卡吗？哦，不是，这法师都被我叫米卡。谎言。一二三，好像是你家的吧？车车的吗？对，车车。第二张会明星，你的应该项目、哦。你的，你的，哎、欸，是食堂。李老坤，我还没开口。先保留，先保留，反正最后也是你的。整张会去尾鞋。一二三，小镇天球，第二张天球会很近人，很晃呀。太眼镜了吧？不是。全犬不分，嗯，全犬不分可以吧？我们现在是没有直接看到画面，我们只有看色块的部分，全犬不分很正常吧？冷静，冷静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然后我这个是啥嘛？先讲一下，因为我们今天拍片不能尖叫，看到吗？太激动的手。那我拍没？拍没？要整他，要整他，要整他，干嘛？一二三，我觉得是刚刚看过的人，很酷，对不起，准备好了，嗯，我知道，哥哥，是真血，我们真的是太色块了。第三张，下下张，要逃离吧，这个这么粉，弟弟推抽哥哥，哥哥推抽弟弟，所以你的弟弟快来了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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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二三，开车，开车，他的脸超臭的，对，好像是翠，是吗？哦，对。这包是我的，一二三，草草是小珍，正项目有耶，阿拉西，二三，你酷图嘞，哎，我这盒昂戴的海沙烤炉，烤炉，北斗，刷啦，庆生，然后的是草草，不是琥珀，二三。我确定是哪吉扎，我确定应该是喜梅露。对啊，我要讲一次上次影片说的话。哎、欸，再说一次是什么推？推手，嗯，三，走吧，呀，哎，哦，逆掌，逆掌。这一盒里面天神兄弟跟朔天兄弟凑齐了，不录了。凑齐了，再说一次是什么推？嗯，那你抽起的是谁？可惜币，就可惜本目标还有烤炉。一啊，你的是肉，我的应该正是淘淘了。淘淘，第二张，嘿呦 ，doubl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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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好爽，我第一次看到你做的比我还肥成这样哎。嘿，这个是西农农吧？对，西农农，卡哇伊。我要把之前2021年的时候阿 K 跟我讲的那句话说出来。他用坐垫里是最后的男人，他一定会在最后出现的。那吉他，瓦塔鲁，一二三，米豆里，毕业，一盒毕业，谢谢各位，自影，2020有抱着这个东西啊。还有最后一张，一二三。很想赶快再继续开了，剩下三盒啊，都是我的啊，今年都是我的，这边都是我的啊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2022年，应该是2022年最后的开箱了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以及分享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那祝大家新年快乐喽！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